来的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的身份证号给我。你没有身份证？我有一个好身份证。你也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